现实梦境就像我提笔时分不清过去，后来我认识一个女孩，她叫做妞，是个从小被人收养的孤儿，在某个雷雨交加的昏沉夜里满身伤痕跑到我的家来。她常常梦见一个女人抱着她在奇幻门下不停哭泣，不停寻找，寻找她的幸福，寻找她的自由，寻找她素未谋面的亲生骨肉。恍惚间我似乎意识到了什么，找了秀珍，在那间昏暗房间里他们终于相认，却要去找那个男人。雨滴碰撞在泥土里越来越大，渐渐地模糊了背影，在最后的最后我只听见火车压碎了生命。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不停过去，我上了小学拿起了画笔，可我分不清那海与天的界限，就像我看不清那好与坏的字底。可时光流水不问东西，人们正看着别离。又是一年夏天，新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同学，六年的故事将要在这兑现，青上的家竹桃种下的思念。爸爸病了，病愈发炎重了，昨天我又偷偷跑进了医院，问爸爸能不能来我的毕业典礼，我有好好读书完成他的心愿。爸爸看着我摇了摇头不说话，把脸转向了那边，在那间苍白病房里大小心跳慢慢，我也终于知道答案。说我已经长大，再没有他的日子，想我学会照顾好自己。明早是小学的最后一天，要早起，可不要迟到了。听见钟声又再一次响起，于是我唱了五年离歌，现在终于轮到同学们唱给我们听。少着人们埋怨。